下一位选手，我们将有请到的是42号选手娄静。这位选手很有特色哈，有可能是我们今天100名选手当中最黑的一个。你这是在夸我还是贬我呢？不是，你这怎么一开口，这个太哪国人 ？Hello， 我他。哪国人？上海人。上海人。对啊。那今天会带来，先不打扰你比赛，今天会带来什么才艺？用上海话唱歌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舞台下面的时间留给你，好不好？娄静带来。不过很对不起，估计是沙哑版的。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伴奏跟我唱的不在同一个调？